小小的年纪，大大的理想，儿子的一番话哈，让我这个当娘的真的是欣慰到不行。你说他才年仅12岁，但是呢，他却把自己的这个未来都已经给规划好了要做什么。哎呀，所以说这个孩子啊，真的是跟父母在一起哈，我们除了教育他们，然后最多的还是要感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他们，不是我们整天要叮嘱他们去做什么，让他去学习做什么，而是去引导他们做什么。来吧，我们一起听听儿子对未来的规划来。为什么长大了想做 business 啊，乖乖？就是你为什么要做 business 啊？啊，你看，妈妈就知道。所以说，妈妈没有想着让你去做什么，我就是要以个人的能力，然后来感染你，然后引导你。她说，因为你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也要像你一样，妈妈，是这样吗，儿子？她说是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谢谢儿子，妈妈希望你可以为你的理想而奋斗，加油！这个小孩说要吃中餐，结果人家关门，然后呢，没办法呢，又来到这个鱼的地方，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地方。Cover，他又想吃这个什么全麦的这个什么双层的汉堡，是吧，儿子？因为知道这个是什么？那是什么哇？饼干。奶酪吗？哇哦！呀！哇哦！是吧？好吃吗？妈妈刚刚吃那个也是好像没有，中国好像没有，但是西餐厅应该有吧？我觉得，还有它这个鱼是真好吃，还有它这个这个 coleslaw，汉堡有就是一种培根，那个包菜做的沙拉，炸的，沙拉好吃吧？又喜欢吃的这儿的汉堡。等会给爹爹打电话，还有妹妹。看他们两个要吃什么，给他们也买回去一些，好吧？一股浓浓的奶香的味道，脆脆的包菜，还有一点红色的萝卜丝。I think go ask them，好吧？去问一下他们。那父女俩总算今天没有跟着我们，是吧，儿子？今天是你跟妈妈的约会，小小的约会，是不是？你开心吗？乖，开心哈，妈妈也很开心。你在学校最近怎么样啊？刚刚开始。对啊，你开学有几天了？有10天吗？没有。Four。开学4天了哈。感觉怎么样啊？现在儿子已经上中学了哈，middle school，感觉怎么样啊？在 middle school 里面。It's very, very big. 那个 middle school 很大是吗？There's three places we can go to eat. And then there's two gyms in the school that we use. Wow. Gold gym and the purple gym. 然后呢，有3层楼是吧？我。你说你的学校也很大，有3层楼，three floor。Yeah. 对呀。哇哦，你的中学那么好啊！妈妈好像去年的时候去过，你打篮球的时候。哎，我们不是就在那儿吗？妈妈的小帅哥长大了，哎呀，他是从小都那么乖，从6岁的时候开始自己洗澡，然后呢，他一上学的时候，我几乎都没有怎么管过他，他自己洗澡，自己吃饭，反正就是很乖，就从出生一直到现在都是乖乖的，跟妹妹就两个性格。And we have this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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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big library. 哦，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图书馆。And there's like where you can go upstairs and then you can look off at this first floor. Like you know, at our house, you can go to the second floor And you and can see see downstairs. Yeah, At the middle school, you can. There's also that. Wow, that's awesome. 那个就是很大嘛，中间是空的。它的高学更好，你的高学 High School Jackson High School 是由 Blue Spin 的，对不对？蓝丝带，Blue Ribbon。蓝丝带，好好学习，小朋友加油啊！乖乖，等你长大了，你想干啥了？乖，妈妈采访你一下。What do you want to be？你想做什么？
what do I want to do? Mm-hmm. Or what do you want to be? Be a doctor? Be a lawyer? 还是要做警察呀？你小的时候你说妈妈我就想长大了做警察，现在长大了就这个想法又变了，一问他现在又不想做警察了。你想做什么现在？跟妈妈说一说呗。Well, I want to make my own business. 啊，他儿子说他要自己做他自己的生意。哇、wow, my friends 有志气。In a promise that when we grow up that、嗯、we would make a business together.哦、oh, 你跟你的朋友说的呀、mm-hmm. 你想做什么样的生意呢？ Like a food 哦、oh, 餐饮之类的。好啊，你做什么妈妈都支持你。 OK、mm-hmm. 好吧，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你可以好好吃你的饭，享受你的晚餐，好吧。